国际的粉丝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过膝长裙的系列。因为入秋之后天气比较忽冷忽热，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搭配一些过膝的长裙这样。那我们先从右手边这一件开始看起，这一件是橘红高棉斜摆不对称的过膝裙，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件裙子啊，它的长度是过膝盖，那它的下摆部分是很明显我们是做不对称的设计，所以它是斜一边的剪裁，有点像斜裙那样的感觉。那我们的腰围是做松紧带的系列，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不符合腰围这样。那我们松紧带上面啊有做那个像蛋糕层次的那种拉花的感觉，那这样你穿衣服的时候你可以扎进去，腰带露出来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这样。啊，除了有酒红色以外，我们还有黑色。其实你这样黑色跟酒红色你可以去搭配说你自己上衣的颜色，或是说你要让它看起来比较显眼，还是说你要让它看起来比较就是比较沉稳一点的感觉都可以这样。那我们看到第三件跟前面的感觉比较不一样，这一件就是属于比较窄式的窄裙，那这一件是我们过膝高雅黑白细纹的窄裙。那你可以看到这一件的特色就是它的纹路是用我们是用横条纹的方式去做设计，然后黑白相间，你搭就可以搭比较素色的上衣去凸显你这一件裙子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小喜继续我们做后面的长裙式介绍。我们接下来看到黑色这一件长裙，这件是诺格的独家利落直线剪裁长裙。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在于它的裙身的地方有直线的设计。其实这件非常适合上班族 OL 穿着，因为就是很利落的穿搭，然后穿个配个高跟鞋，然后再加上一个比较亮色系的或是白色系的一个衬衫，就非常的抢眼好看。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这件是短版浅橄榄纯棉卡罗。那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是在于它的内里有一个绑带，我们可以自行绑。当我们自行就是绑起一个蝴蝶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外层它会变成一个是很立体的造型。那当我们全部每个都，我们现在先示范两个，那其实它里面有蛮多个，那整个绑起来之后呢，整个会呈现一种很可爱的，有点类似蛋糕裙的一个很可爱的立体造型。那这一件它其实是比较它既休闲又兼具，就是要正式也可以，所以其实就是看上衣怎么搭配。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一件是我们的 La Forte 过膝高雅黑白系，这件是我们那个卡其的那个长裙。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它的腰部这边做有双层的设计，它这边的打折做得非常的立体，这样整个搭配起来就有一点很可爱俏皮的感觉。那这件其实我们很比较建议就是上面搭着比较休闲的上衣，这样整个搭起来就是非常的休闲和简约风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就是先介绍我们秋季最时尚的长裙的系列，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拜拜。